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莫寒的新路谷物语游戏实况。那么上一集的话，我们是进入夏季了，然后忘记买蓝莓了，一直以为蔓越莓，蔓越莓其实是秋天的一个作物了啊。不过我们现在主心骨还是放在那个猪身上啊，多赚钱多买猪，然后让猪下崽也可以，但是猪下崽它就不出来采，不采那个弄那个松露了，比较尴尬。啊，精灵们被扰乱了，好吧。早啊，睡得好吗？啊，闪电，这你有闪电吗？嗯，暂时存掉一个，我还要再给那个谁拿过去一个东西。啊，不是这个，我们还要再拿一个果实。哇，入夏了，季节就是不一样啊。五个。多做吧，多塞种子啊，不能吃，吃了就是浪费啊，吃了就是浪费作物啊。我觉得这个加速肥料可以后期撒，所以应该是先买点那个蓝莓吧，先买点蓝莓种一种，把这里先刨一下，缺的全补上，然后回来再撒水。我们要买多少个？我要算一下蓝莓。6、8、48、48、48加48，搞不定。48加48，哎呦我去！这个7、7、8、56、56加48，算一算，104，再加上下面有12个，12、8、16。1896，我去，我拿个计算器，我要拿个计算机。我们算一下七，我们全种蓝莓吧，这个省心。7、7、6、12加7加6等于25乘以8，200颗蓝莓，200颗蓝莓的话，那就是再加上下面还有5×5的，对吧？224颗蓝莓种子，我去，要把我种穷了吗？我有那么多钱吗？我还没那么多钱。224颗蓝莓种子啊，这有点小尴尬，估计没那么多钱买。一颗蓝莓多少钱？80。我们算一下，如果是，224乘以蓝莓肯定很贵的吧，100吧。就要20000多，我们钱肯定不够，钱绝对不够，只能买一半，先把下面种，先买90几个，分2批种吧。现在钱赚的比较慢，真的比较慢，因为那个猪啊，要搞猪什么的，很尴尬。哦，我们的饲草还是很多的哦。可惜外面吃完的话，里面吃完的话，吃外面肯定不够了。这里怎么多了一个木头？砍掉。这果树好尴尬，你这个位置。这种的位置真的好尴尬。诶，连个种子都没掉吗？这就尴尬了。算了，没种子就没种子，把这里补一补。然后买蓝莓，买200多个蓝莓，估计钱不够。这个时候就要体现我之前存了一堆的东西的一个威力了。把水浇了吧。我觉得加速肥料的话可以后期撒，不急。毕竟前几天种这个蓝莓还是有优势的，不像之前我们草莓是后面才种的，因为没那么多草莓。到那个季，这不是到季节，到那个什么展会去买了那个草莓才开始种。蓝莓的话可以从头上前几天就可以开始种，蔓越莓的话我们现在要囤种子，囤到秋天直接种，这也效率很高的。啊，东西存一存，
三四，奶酪红糖浆是存这里的吧？然后兔毛、海鲜，还没什么可以存的。其实玛尼是在那边，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给他东西，直接卖吧，不扔这里，扔这里的话钱要等到第二天了，比较尴尬。葡萄哇，六了，一星葡萄，一星葡萄酿出来酒是很贵吗？一星葡萄，三颗不是两颗，我其实还要去钓下鱼吧，我应该钓下鱼，这里有豆荚。高级豆荚，钓鱼其实过几天才钓，现在还好。我不知道那个红鲷鱼是怎么钓的，忘了，上次看过了，但是忘了，真忘了。村长你好，这480三颗，买蓝莓种子，蓝莓的话是224对吧？80块钱一个，还好。224我买得起。1234，买30个吧。230，哇，我还剩2000块，没钱了，瞬间。蓝莓啊，疯狂种蓝莓。来，玛尼，别跳绳了，给你一颗钻石，开心不？我还没升星呢，一点都不开心啊。送你钻石700多块好吗？我们是有钱人，钻石随便送好吗？然后把这个种了啊，铁豌豆可以卖钱，可能等到下雨吧，下雨我们去海滩再钓钓看有没有红鲷鱼，不下雨的话可能没有，刮台风下雨那种季节，不是季节，那种天气，夏天下雨天应该可以钓到红鲷鱼，不管。然后加速粉的话，加速的那个东西我们先不弄了，因为现在不够。加速的话好像沙漠没得卖啊，沙漠要等到周四还是周三有卖那个加速肥料，加速肥料好像可以后期撒。生长激素后期撒，前期的话不用撒吧？那果实多倍的话好像是要撒的。我们先去看看那边卖什么东西，先去沙漠逛一圈，捡点东西，然后回来种东西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我不种杨桃啊？我买这个干嘛？卖了没干嘛？忘记了，为什么不种杨桃？我买那么多蔓越莓怎么办？存着，不种了，等钱买杨桃。为啥不种杨桃？忘记这件事情了。哇，杨桃好贵啊！杨桃好贵啊！甜菜种子，杨桃400块啊，怎么办？太贵了，我买不起了。种6个杨桃吧，大黄，就先种6个杨桃吧，然后种蔓越莓吧，就种蓝莓吧。其实杨桃现在我们等到第三年种。现在经济实力不够，买不起那么多，400块一个，10个就4000，100个10万，100个4万，但钱不够。哎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想靠这个种植去赚钱，不想靠种植去赚钱，杨桃单独种一下吧。先把蔓越莓种了。无所谓，蔓越莓主要是可以收一波，这个成本肯定回得回来。但是蔓越莓的话，方便啊，就不用一直去那个啥了，它可以无限收。我们反正现在是主要是养猪为主，养猪流。也不用打激素啊，打激素就给杨桃打吧，我们种一片小杨桃。
要不这样吧，那个一矿那边，那个洒水器那边种杨桃，这边的话就种蔓越莓，但是还会多出来很多种子。啊，不是蔓越莓了，这个蓝莓。蓝莓是不是有蓝莓派啊？我一定要种满它，种满了看起来舒服，一片一片，然后不用管，对吧？杨桃种子好像我还有，还有一丢丢，还有一个，七个杨桃种，种不满，哎，这里可以种，种这里吧。正好把蓝莓全部种完，然后单独种几个杨桃。呀，我吓走了，是只乌鸦，好吧。种这种多次收获的这种作物啊，比较方便。杨桃现在种不起，实在有点小贵，33个。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撒个水。我都忘记杨桃这事，应该是夏天种杨桃的。我一直以为是蔓越莓，然后忘了。打个激素这边。哎，是不是种完就不能打激素了？啊，种完能打激素，这个激素还一直在。种杨桃这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好这边挡住的位置不种。哎，我的小透明呢？我的小透明呢？小透明去哪了？给我骑哪去了？啊，骑着上面去，我又没见到他，他太透明了，真的叫小透明啊，名副其实的小透明。啊，这瓶还可以种。到时候我们去看看星期几那边有买这个一矿的那个洒水器啊。有这个洒水器的话多买一点，多囤点钱去买一下。这加速的东西我们就用到杨桃身上吧。杨桃就单独种几个，不种多。感觉我这些蔓越莓也可以赚捞一笔钱了，那用来升级东西，升级建筑，升级什么的。把东西卖一下，葡萄啊，葡萄可以存了，葡萄可以做葡萄酒。嗯，怎么刚刚出了个什么果实？刚出了一个什么神奇的果实？远古？这是什么果实？上古种子，哇！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这个都能有几率出啊，这都有几率出远古种子啊，这都有几率出远古种子，太厉害了，这都可以啊，这都被我搞出了一个远古种子，这人品啊。就蔓越莓，然后变种子，变出了远古种子。哇，这个好神奇！有漏的，这9个，我本来是买了，好像漏了几个嘛，看看有没有漏中，看看有没有漏中。比如说这种地方，特别这种地方，啊，对，这里漏了，这边呢？这边有的。这边漏中了吗？应该是最后是多了6个，哪里漏中了？我不记得，肯定漏中了。我就说那个种子好像很奇怪，这边这个不中，这边没漏啊，怎么会多出来8个种子呢？我算错了吗？我算错了吗？怎么多出来8个种子？应该是224个呀。哦，这边漏了一个，还漏了一个，哪里还漏了一个？哪里还漏了？我看看。我就
加肥可以，那个肥料加速可以后放我试过有用的，后放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那个什么种子那个翻倍就有问题了，翻倍好像就有问题，这边还漏了吗？还差漏了一个，还漏了一个，这里好像没有漏啊，感觉是没有漏。怎么会多了一个种子呢？这里有六种子吗？没有漏啊，都种了呀。怎么多了一个种子？应该是224呀，怎么变成223了？哎，这蓝，怎么变成223了？少了吗？没少呀，没少呀，有少吗？没少啊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种子啊，真的没少种啊，是不是本身就缺一个的？本身就缺一个了。把这个存了，感觉这个加速好像网上查过，这个东西可以在种植之后撒，我试过，可以在种植之后撒，种植前，你看这边就被我不小心撒了一个，有可能这个就长得比较快，还没少呀，真没少呀，蘑菇出来了吗？蘑菇出来，忘记收。好像没有少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，有可能外星人来了，外星人来过了，然后多了一个。外星人说：“我多送你一个种子。”好，把这个存一下，把蘑菇存，蘑菇是红色的，应该没漏了。睡觉。哇，好晚了，可惜它不下雨啊！你就赚了100块这一天啊，穷了！看看第二天哪里没有那个草种出来，那就肯定是少了一颗种子。来，再看看天气预报，万里乌云，很好，晴天，大晴天。空气太湿了，我的头发都塌下去了。来，我们去看看默默哒，默默哒你好，来丢一丢，丢，哇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，贼好玩，丢着玩，丢着玩。把这个存一下，这个洒水壶就不需要了吧？洒水壶现在不需要用了，这个也不用，这个也不用。哇，你看这个种，这个蓝莓种子，好有节奏感，左右左右。哇哦，好密集恐惧症啊，这感觉，还真密集恐惧症啊，左右晃。好，这个拿一下。猪怎么还没长大嘞？我要拿松露啊！哎呀，松露啊，松露！垃圾有两个啊，要去拿蛋了，感觉要去买饲料了，没钱了啊，不是没钱，没饲料了。好了，哦，牛出来了，啊，牛出来玩了，一定要把牛和猪放出来，他们才会有那个什么，啊，不是牛啊，把那个猪放出来才会有松露。
松露要等到变成成年猪啊，变成这很大的猪之后才行。再给我来个远古种子吧，草莓种子。把这个存一下。我是不是好像少给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莱纳斯少给一个，把腰毛存了。然后把这个海鲜给存了，奶酪给存了，这些东西好少啊！现在，一二三四，四个，就去给莱纳斯。还有个奶酪藏在中间，我们中间出了个叛徒，他是一个奶酪。来变种子。把这个种子拿过来吧，这个种子放这边。就混合种子放这里。混合种子的话，就是每个季节的东西都会种出来，还会种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囤着吧。哎，为什么这个远古种子还没结果？不是28天吗？还是多少天啊？不是28天远古种子，还是多少天来着？远古种子等到秋天才结果啊。我们夏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？砍硬木，然后什么东西好了？石头，这么快我去，只是顺眼，眨眼间就好。要不要这样？我还没走开你们就好。今天干点啥呢？没钱，买不起饲草。要我们去看下饲草还剩多少？果树周围不要有东西，会阻止生长吗？就是之前有观众提示，他说不要有东西，应该是没啥东西了。果树周围很干净啊，它长得比较慢，可能有东西它就不长了，就有点小尴尬。不管它了，我们要再造个桶仓，可以存1200。之前是960，960那就是340一桶了。我再盖一个桶仓去，我把这里全盖满桶仓。有钱任性，我们盖桶仓。对，把桶仓还是盖一盖吧，有必要盖这东西。桶仓啊，桶仓是要木头、粘土、石头，不需要硬木。树脂好像有点多，墙纸、樱桃炸弹，我可以其实用樱桃炸弹去刷矿，我去小黑那边买点东西就行了。怎么这么快了？我发现这个加速肥好像新版本改过了，没以前那么快。超越加速肥料好像新版本改了之后啊，没有以前那个长得快了。他为了加大难度吧，有可能。我来建造桶仓，有没有高级桶仓？就是一个桶仓。要铜锭，忘记了，尴尬。5个铜锭，先回家。莱纳斯在不在？把东西送给他。把那个饲草扩大一点，因为我们以后不走这个种田流了，完全靠猪，以后就靠猪，靠一个愚蠢的家畜，因为猪比较笨嘛，但是它可以找到松露，这还可以造一个，还可以造2个桶仓。没事做了，瞎逛逛，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因为钓鱼的话，要等到下雨天再去钓吧。有任务，看看什么任务。360闲置铁锭，没兴趣。360而已了，360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罐蛋黄酱的价格。
我要找莱纳斯啊！我怎么又跑这来了？莱纳斯跑哪去了？不会又跑到上面去了？去泡温泉了？你那么热的天泡温泉，有点小尴尬啊！把这个存了，孔仓材料存了它。诶，我有多少蔓越莓种子呢？83个。周三，周几有买那个生长激素了？但是我现在没钱，没办法，连个票都买不起啊！怎么出来回来又好了呢？要不要这样？我秋天就等种蔓越莓吧，其他就不种了。他人呢？哦，这5点多才回来。哦，几星了？这好像很高星了。啊，8星，还是8星。这颜色好像是8星，7星是红色，8星就变成紫色的了，有点像1星的感觉。硬木我们还没砍，对吧？去森林撸点硬木啊，撸点树什么的。希望下雨不要把我这些作物全劈坏了，我有那么多避雷针呢。砍点树去。我是不是要把那边猪给围一下，防止到后面那个万一有松露了不知道跑哪边去。所以我们要存点硬木做那个榨油机。榨油机产油机是20个硬木50个史莱姆1个金锭。那我要刷史莱姆去，或者养那个史莱姆，不是卖钱用的。应该好了，种子。再来个远古种子吧。哇，铜矿。5连发，铜矿5连发。好样的。把这个葡萄存起来吧，捡到葡萄都存起来酿酒。酿酒，葡萄酒后期还可以发酵吗？就到我们那个升级到10万的那个房子，不知道能不能发酵。啊，发酵。今天干了好多体力活，睡觉了。一天赚个4000块，慢慢赚吧。可惜松露没出了，松露出来我们要榨油了，下一集要做榨油机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啊，可以在我的视频空间或者视频频道点个订阅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